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浪子变儿子，罗马书5:10-11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使我们与神和好得救，并且得着新生命，能够开始以神为生命的中心。与神和好，浪子成为儿子。从前的我在罪的世界追逐和游荡，饱尝浪子的辛酸，现在靠着主耶稣，神成为我唯一的喜乐和满足。主啊，我们曾经被仇敌蒙蔽，陶醉于短暂的罪中之乐，是罪的奴仆，并且与你为敌。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罪债，领我回家，从此不再流浪，做你的儿女，享受家的温暖，饱尝天父的慈爱，帮助我每天都活出以神为乐的美好生命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祷告，阿们。选择心痛，不在乎自己的迷惑，再走下去，前面是什么？